在扯裤子，每次都是裤子衣服一块。衣服我有，裤子我没有。你这里可以提了，这里可以，鞋带了吧？鞋有。啊，要不我给你拿卡。没卡你进去干嘛呀？几米角？零比零。哎呀哎！替不了吃大鸟，干鸡巴呢？自己射了呀！自己射嘛，你说是不是？今天太肉了，亲们。咱这边不射了。真行啊，手抛球都不会。这明显能赢吗？这不是太险了，这个哇，这马赛回旋啊！
干嘛呢这？哎，这干媳妇呢？空门不进。听你就天天干这，天天打飞机。这船的这叫？吃伟哥吃多了吧？吃半夏叫什么？吃半伟了。我这小点劲肯定能进，每次劲儿都太大了。这是神突破啊！我操，怎么过的？你们这咋不进？哎，一堆人在射大鸟。说机会把握不住，肯定就是丢球。这射门次数明显不成正比，好吗？他们打得挺不错。这个停球。这是谁啊？绿绸。这不好使。使吧，这再不赢，传球不会传。下半场呗。可能是有点添乱。Peter 换了。对面怎么不抢呢？
百就没了，还有一百。又冰场。太大意了，好球！我去，这。看魔洞啊，不是准备要那什么了，你再拿个手机，这到十五分钟它会停了。点球，我操，干嘛大哥，任意球，点球吧。好球！这机会给人家这么给，这是短传，短发。你们要看，吓死我了。我操！这他妈都射门柱上了！射大鸟是吧？丁超也是，也是。
哎，这个干嘛呢？这是。哇，这是对几个门柱？快到时间了。是的，还有。快到时间，你就再摁一下，接着录一下。哦，行。把这门柱给充 Q 币了吧？哎呀，我操！看人呢，我操！这干嘛呢？哎。